我觉得挺喜欢的。谢谢庚哥，感觉这个分数应该能挺高。我、哦、很高，我真挺高的。要看一眼？不用看了。如果是像刘老师这样的话，下一季可能今天就走了，不一定会再来了。所有的人看过之后感觉怎么样？热闹。赞多感觉如何？特别的开心，家乡的感觉，对，很温暖的样子。谢谢。飞来飞去的，飞来飞去，找回了青春的感觉。找对，因为我觉得这种很热闹，大家在那 battle， 很帅，很帅。未来几年，我想有更多的一些优秀的舞者，甚至能在奥运会上能拿到金牌。请四位队长入座。这是一个 real 的爱情故事。OK。哦。豆豆啊豆豆，恭喜恭喜恭喜，祝福祝福祝福。哎呀，豆豆呀，作品爱情两不耽误啊，双丰收，一举两得，一举两得。我们讲述的是真实爱情的背后的平凡点，够真实，够真实，可以，够真实，嗯。对，就很好啊。然后整体的编排都是跟音乐都是非常统一，然后包括起舞部分，所有的都很好。然后，对，然后要祝福他们，祝。我想以爱情作为切入口，其实大家都会经历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就有七年之痒这样一说。那么你对舞蹈还有那么一点爱的时候，你会选择坚持它？其实你和街舞之间也有丘比特。确实他的想法真的挺好的。对，想法太好了。中间有一个他们搭配的一个技巧吧，是我真的从来没有见过的，我觉得那个设计很厉害。那个很厉害很厉害。对对。好难。你可能滚不出来。我觉得王导可以试试。我是另外一种滚法。我觉得有可能你会更顺一些。我肯定比他们顺。故事也讲得很清楚啊，很喜欢。很有戏剧性。嗯。谢谢。之前赞多就说过特别想来这就是街舞哈。有人说为什么你的中文那么快进步很好呀，这样因为我一直看这就是街舞，所以你们是我的好像中文老师一样的。那如果这么说的话，你的东北味不浓 啊。东北话吗？我忘了。东北话那个波浪盖，波浪盖脱了皮了，卡马路牙子上也可以。对，卡马路牙子上。卡马路牙子上。卡马路牙子上。对。谢谢。We have a b-boy, popper, hip-hop freestyler. We brought all the styles. If you look at it, everyone has their own style. Why not all be an artist in our own way? Let everyone shine in their own way, how they want to do it. 真达到了，目的达到了。这一组的编舞师真的还是很厉害的，每一个人的优点发挥到极致。就我觉得刘老师，你不应该分到这一组，你应该在专业那一组。可能我已经20多年没跳舞了，大家可能都没看过我跳过舞，但是我真的也不知道自己能跳怎么样。就是感谢他们这次编舞，就是他们教的非常有耐心。雨欣跟王蒙是认识的，对不对？对，看完之后觉得亮点很少。完了，今天录完了，以后也别太熟了。你这么严吗？我觉得这个作品给我带来挺多的一些开心的，对，创意又好，又把王老师在这里边融合的也特别的好。我觉得这编舞师确实动了很多脑子，我觉得挺喜欢的。谢谢庚哥，感觉这个分数应该能挺高。我很高，我真挺高的。要看一眼？不用看了。嗨，其实这样的话是会鼓励我们下一季再多多参与。如果是像刘老师这样的话，下一季可能今天就走了，不一定会再来了。每一个刚成为街舞爱好者的人都需要老师的鼓励。哎呀，无懈可击。那你打的分儿？
就是我说真的就是挺好的，我觉得编排很好，就是这个想法也很好，就是把老师运用的很好，就是很完美的参与进去了。我觉得所有的一些舞者真的要向宝哥要学习，在舞台上那种状态，那种热情，那种表演，那种氛围。所以在编排上我觉得要可以做一些很多的一些讨巧的一些东西，更可以做得更细腻一些，但我觉得还是帅。嗯，很帅。我觉得因为我们不在乎齐不齐，我们也不在乎啥，我们就帅就完了。对，宝哥，我觉得你上一期跟我一块儿就挺好的。是吗？不能齐，不能帅。来吧，对，五个。从豆豆组五个名额，对吧？豆豆、Yuki、昂昂、仔仔、周瑜翔，我赞同，我 OK， 我也赞同，那就定他们。对，这五个 OK 过了。其实就是在 Shadow 跟 Shadow 和忠诚之间。对，主要是 Shadow 没出，所以我会偏向于忠诚。我也是偏向于忠诚。那我们没得说了。我们是不是还有两个名额？三个名额。这样吧。咱们变成 Rushball、忠诚、Carton、Qcar、Shadow 五个人，就等于马东杰那组呢两个，豆豆那一组五个人，就这么定了。Shadow。OK。最后离开的时刻，还是感谢你们对舞蹈的付出，这一路有你们，很美好，谢谢。下次有机会再见了，根哥。下次吧，我觉得哎，还是可惜的。加油。没事，我拿欧斯库冠特，欧斯库冠那个 Net 冠军。辛苦了，根哥。当然，当然先拿冠军。好，简单的事情。所以。